啊，卢太太可以帮我看，再看我的儿子吗？09年的牛有没有灵性？没什么，儿子要给他每天念往生咒，往生咒哦，49遍，一遍，哦，好，好吗？其他的其他的都没关系，主要是往生咒，因为他身上有点小的海鲜，小的海鲜灵性。